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 LTG 战队的铁板鱿鱼。我们的专业方向是舞蹈，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 Mensa。Mensa， 好期待 Mensa。It's show time。第23名，曾雪瑶。雪瑶，我对自己下一步的规划就是先去努力争一个中心位，然后努力冲进前十五。17名，敖心怡。舞蹈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强项嘛，就是舞蹈这盘，就我如果都不占中心位的话，我感觉我就真的会让大家看不到了。第50名，李子梦。55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倒数第五名，心里就是第二次公演完成最后一次去弄了，就是想去把它弄好，留个最好的舞台。Manta 组在结束后刚好剩的是五人，所以你们组直接完成组队。有谁想竞选这次的中心位？举手。举手。全部举手了。五个，来吧。我想竞选中心位的原因是，我其实从来到创造营2020开始，一直站在最边边上的位置。我就觉得，如果这次也不站在一个显眼的位置的话，可能别人就真的就还是看不到我。然后我是从第二名等于掉到了17，掉了15名，再掉个15名，就下次就拜拜了。但是我想说，这个事情中心位本来就是谁站在中间多，谁可能更容易被别人发现，但是每个人都很需要这个位置，我也很需要这个位置。其实不是说我更需要什么，我要去争取这个，是我觉得我可以，所以我要去争取这个。其实舞蹈算是我的主场，因为我毕竟就是算是个舞担嘛。然后如果在舞蹈单项我都没有拿到 C 的话，我觉得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是有点不应该。其实我觉得我跟心仪竞争力真的很大，包括我们在一公的时候也是，二公的时候也是。然后当时其实我也能看出来，心仪其实挺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个中心位，但其实这一次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只有潇洒小姐可以，我就是不想让别人再质疑我。并且我并不觉得现在前十有，就包括有几个我可能真的觉得他为什么要站在那里，他不，我觉得他的实力不允许他站在那里，但是我就是要证明我也可以站在前十。其实这一次我要这中心位，我就是不想让别人再质疑我，我就是要一次一次向别人证明自己。大家都很需要这个位置，所以我觉得谁行谁上。就是这样。我可能觉得我要是有自信，别人会不会多看我两眼？我要是不自信，我拿什么跟别人去争这个 C？ 而且第二次公演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怂下去了。既然得到了一次认可，我觉得这一次我也还是可以。对，其实很多人其实还是不认识我，就从这个排名就知道一个出神期，一个排名排到50名，那就铁定下次你就拜拜了。所以这一次我可以放弃，我不争 C 位了。但我很想拥有，但我以最后一次能留在这个第二次的公演舞台，我想要去做这个队长，我也想给自己留点身份在这里，对，让大家能记住我。好了，李队，行，就是他要做错就给他革职好吗？当天革职，严格要求你啊。其实因为时间不多了，现在我们就进入选 C 的环节。我选心仪。我也选心仪，我觉得这一次就他可以那个做一下 C。我投雪瑶。你投谁？又不能投自己，那就投他呗。谢谢大家让我当 C， 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终于当上了中心位，太不容易了。然后也可以站到最中间那个位置，让大家看到了我。其实我就是给他中心位，我会有一点点小失落，但是别人对我的质疑才是我的动力，特别是队友对我的质疑，这才会让我更想证明我自己。我挺要这种性感的。我 A 和 B 都喜欢，怎么办？那我选 B 吧。有人选 B 吗？我选 B 了。A 和 B 有些热门啊。所以 A 段跟 B 段都有撞了，然后就
battle 吧、嗯、battle 决定吧，看就跳那一段的分帕，然后看谁跳得好，然后你们自己投票。好，首先那一段来高起。我两天没跳，可能会有点小框条啊，那不应该不影响吧。投雪瑶，好吗？我也投你。行，好，那我就闭。雪瑶，好，一段。那还可以重跳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会这么想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偏舞蹈的，我就想就是要给舞担可以那个可以拿捏一些比较爆的东西。对，你选好的那个 B 再挑战一次。没，这样我也要再挑战一次。啊，这样不公平了吧？不是，我是说认真的，就是。那大家都是只有一次机会，也可以说一下你们所为什么要这么选。我觉得感觉雪瑶刚刚是在表演的状态，就是要给到那个状态。感觉哪位睡醒？对，感觉你有点没在状态。对，因为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。可是我想说残忍点，就是机会真的只有一次，那大家都是第一次不好，那第二次都不公平。其实就是上台也是只有一次呀。没有，因为我是觉得如果首秀舞台真的是只有一次，但像我们在排练厅是可以有机会能有第二次的，就是为了整个秀能达到就是一定的效果。因为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们还有时间，也很多可以练。那一趴比较出彩一些，然后也比较好看，所以我挺想争取。我挺生气的，真的不介意跟你再跳一次，但是这就是原则问题，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。想争取你就争取一次就表现好啊，你第二次就表现好，那第一次表现好的人怎么办？我不是就是否定大家的能力或者什么，但是我肯定相信大家每个人选的 Manta 组都是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个舞蹈表现好，所以才来这里的。我们不管义工还是首秀，什么东西都是只有一次，我就对第二次真的有第二次，我就对其实很不公平，真的很不公平。但是雪瑶说的也对，机会只有一次就没办法，真就是过了就过了，没有抓住那也就只能认了。我们维持原判。那 B 段就定了。嗯，好。B 段就定了雪瑶。即使这次在舞蹈我没有拿到中心位，但是我也拿到了很重要的 Part B。我真的是给自己下了狠心，就一定要认真去练习。不是他吗？稍微有一点点。上下，然后对手，对，就。I don't need no romance, I fly like a Manta。跳出来。嗯，跳出来。三四五六七，咚咚咚，擦。雪瑶的这个状态是做的最好。虽然我这次没有站在中心位，但是我相信。我只要表现得够好，我站在哪里都会被创始人们看见。Another round, diamonds on me like I'm fresh out of water. I'm a ringer, really, really mean when the thing's mine.
Mensa。旋转舞台，哇哦！二三，哈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不送战队舞蹈方向，我们的队名叫做 bling bling。我们要表演的是《谁都别吝啬》。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学长团 Rise 的歌曲，我们希望能把他们积极向上的态度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展现给大家，我们会把这个场子燃翻，加油！